我连夜写了版老刘进化论。小心楼上一只禽鸟！你什么乱七八糟？那俩老刘一看就是情侣，简称情六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六多了总能知道一些什么吧？小心烟囱！哥哥别炸别炸，咱这还有四百一琴。嗯叫夹六，迷惑性极强，劝你在他队友来之前。哎，来了！追！赶紧进圈！哥，提我一句劝，这波真打不了。我不信。这人连队友都不要，这叫牺牲队友型老六，特点毫无人性。老六保底。对呀、啊，组团的那种叫团六，非法组队的那种叫非组六。如果我现在当老六，叫什么？单走一个六。啊！小心点儿，周围好几个满编，先进小房。现在开户很有可能引来劝架的。那怎么办？不爱老六对他的最高境界。啊！经验大爆！看见螳螂我不怕不怕。全是陈嘉玲，我杀虫剂呢？哎呀妈！红色和蓝色。略微出手就已经是这个分段的极限了。吵死了，哪个好人才全麦自嗨？你在偷看什么？走开。哎呀，想追又不敢上。谁想追了？多管闲事。哟呵，末日人机啊，打这么凶都能活下来。还拖家带口的，走吧，这局跟着姐姐。给你三秒，立刻给我消失。我懂追女生的，不准抢他人头。哦。还好我有自救。滚啊！我引开他们。又想抢我风头？上车，救你兄弟。就剩我们三个了，能让给你生吗？去死！你怎么不去？我一去你就把他打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哦，来，两个笨蛋，奥斯卡都没你们会演。哥把你拽到的，你把哥拽够的也白干了。除了上分，这个气氛组车队真有点东西。穿搭博主，哎，你别上啊！不信。哦，头贴啊！心情很差，一秒自我介绍，别耽误我时间。来了，调到下面一次管，多备交通长马一，幺八九伏击。啊！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夏波。不管大哥身在何处，我都陪在身边。叮叮叮！哎，大哥，这个人机，快快快！哪个医院放出来的？放下武器，小姜不杀。完了！我去，骂人是吧？我鞭他！住手！电子竞技只能扒衣服。打他！你们几个没女生愿意自拍吧？大哥，他有 CP 的。你网恋有这个声音？对，咱就是说，小姐姐一起组队吗？哇，你声音蛮好听的嘛。上车。你不是人。顶级车技
为爱冲锋。哦，四个轮子过不去的。有多少四个？哦，有一说一，打上再高的段位都不如你们 MVP 的七分组车队一起四排。陆泽川，你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的队友？周周，咱都多少年没见了，KD 还叫跨热恋呢。嗯，你们是高中同桌？有。话说你减肥成功了没有？闭嘴！咱俩合照，我一直挂 MVP。找死啊你！哎呀！这波不亏。快给你的院众兄弟安排。快快，你准备送我啥呀？嗯，圣诞树和麋鹿。接下来教大家如何零成本糊弄你的院众朋友。先找到一张他的照片，打开兽脸，挑一个合适的背景物，开始推推推，直到推成一棵圣诞树，然后制作麋鹿，拉出合适的嘴和脚。初稿完成了，先放一颗星星，彩球链条也加上，擦掉多余部分，圣诞祝福，最后来点氛围感雪花，完成。喜欢吗？当我找死对头上门清算。鉴于赵家俊对我弟和大家的非人待遇，我决定替他搞一个拍卖会。哥，教练马上就回来了。管他的，谁让他发不出工资。第一件，赵家俊包浆款 iPad mini 起拍价2块。2.5块。3块。4块。我出10块，现金转账。哎，怎么开不了机啊？哦，第二件厉害了，2020 PEN 联赛冠军奖杯起拍价10万。陆泽川，擅闯民宅割早板，抓你啊。上。教练，发奖金，先吃饭了。你造反啊。让我看看，不要！这个老弟，我真的服了。你的，嗯，剩下的581.6块你给哥借点。滚！堂堂职业教练，不去打比心赏金赛，跑来问我借钱？赏金赛啊？报名零门槛，游戏超过9级就能参加，淘汰一个奖励3到5米，不管什么段位，只要有人投，一晚上最高能赚2000多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18块啊！哥给你的小费，以后有赏金赛这种好活动，谁第一个通知我，重重有赏。我呢？